嗨，大家好，我是林志信老师，目前任教于国立高雄餐饮大学中餐厨艺系，我的专长是糕饼点心。回想起童年，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过年过节或是拜拜的时候，有很多特殊的点心可以吃。长大了以后，我才渐渐的明白，每一种台湾糕饼都有他们背后的故事和典故，有的记述着人类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有的记述着春夏秋冬、悲欢离合。当我们学习糕饼的制作流程的时候，我们除了知道它的技巧之外，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每一个典故跟故事里面知道了很多台湾所存在的历史跟文化。当你一口咬下台湾糕饼的时候，事实上你已经完全的融入台湾的历史文化之中了。各位同学，在这一门课程，我不但会教各位如何做各种台湾传统糕饼的技巧，而且我还会让各位可以在家里就可以做出这一种的美味。事实上在这个课程中，我还邀请国内跟国外很多知名的厨师跟我一起研发出很多中西合璧而且健康概念的台湾糕饼。在课程教学内容方面，我除了亲自示范所有的台湾传统糕饼的技巧以外，而且我也会跟你分享我在中餐厨艺界这么多年来所领悟的人生小哲理，把我当作是你新的好朋友，给我这个好朋友一个机会，让我与你分享我的厨艺，还有我人生的酸苦甘辛咸。我是林志信，在台湾传统糕饼文化与制作创新这门课程，我准备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要和你分享，也准备了很多好吃的糕饼要让你品尝。包君满意，请你跟我一起来品尝这个课程，谢谢。